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佳杰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三杯杏鲍菇。要准备的食材有杏鲍菇5条、红辣椒2条、九层塔1把、姜40克。第一步，我们将杏鲍菇切滚刀。为了要好入味，所以我切得比较小块。接着将红辣椒切断，姜切片。首先，我们要干煸杏鲍菇。拌炒至金黄上色就可以起锅。在锅中倒入食物油，开火热锅。依序放入姜和辣椒爆香。放入一大匙酱油炝锅。接着倒入一大匙素蚝油，炒出酱汁的香气。放入刚刚炒过的杏鲍菇，下一小匙糖，下2大匙米酒，拌炒收汁。下九层塔，在起锅前倒入一大匙麻油，就完成香气十足的三杯杏鲍菇喽。